这都是什么料啊，师傅？这个啊，香油、酱油、辣椒油，香油、酱油、辣椒油、醋。哦，这个是味精、鸡精啊，味精、鸡精。大小茴。哦，姜末。姜末。哦，这能不好吃吗？看这么多料啊。对。你们做这个做了有多少年了？我一块清朝末民国还开始嘛。哦，从清朝末年就开始做这个丸子汤了。清朝末年传下来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费县的猪田啊。我们之前冬天来。
看这家丸子汤生意还是特别好的啊，看有大人带着小孩到这儿来吃丸子汤的很多啊。行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儿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点个赞，好，再见。